中国好声音本周廖昌永战队对战李荣浩战队。我最想听到的是发自自己内心发自肺腑的一个表达，不要加任何技巧，你想怎么唱就怎么唱。战火一触即发，战果扑朔迷离，接下来每一局都是赛点。比成那样我有点崩溃，要不要稍等一下？中国好声音本周晚十点天下卫视同步播出。本节目是由桂腾大赌场桂腾 Casino 特约赞助。